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于今年六月十九号增加往返洛杉矶与广州的中午航班，达到每个礼拜十一个班次。新增航班启用全球最先进的波音777-300ER机型。Okay, girls, let's show them how we fly.四舱设计，内置民族经济舱，带您舒适前往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详情请见南航官网 www.csair.com。选择南航，用心飞翔。中国南方航空，飞翔从此大不同。